哎，爬上去。咦，走。来呀！咦！不接，把车子拿过来。哎，这不接，把车子拿来。来。天，好难的。哎，拿车子来。拿铅笔噻，拿那么多。哥哥，哥哥的笔儿，我弄完了哈。哥哥的。哥哥。不是。啊。带的他都屋里不带。哎。我去搞了，我把他没关系。刷牙齿。他刷牙齿。刷牙。他还是拿着牙刷在那刷牙，那没关系。他这个不就去翻箱倒柜去了？那车子，把鞋子捡起，把我的鞋子捡起，捡起放这里，放这里要穿的时候再穿，好不好？我们那套不要比，我们那套不要，那要那个吧，来，那的包包，这个了，哎，这个不给，那个三的不给，来，你那刷牙子，我牙子怕它钻到嘴巴，啊，哎，来哦，哎，来，再来。再来，耶，好了，这嘴巴好吧，这嘴巴。哦，那家有，哦，我这家有哈巴狗，还有小狗。这个谁呀？哎，那个么子啊？大叔。嗯。要不猜，你怎么了噻？没事，我是刚刚过来，给你们说个事好吗？说啥？就是那个阿姨现在不是不舒服嘛？嗯。你们嫂子打个电话给她问一下噻，顺便跟她给阿姨拿点钱嘛。嗯。有点心意嘛。嗯。好嘛，你说。那是拿腰的噻。嗯。嗯。我来给嫂子打个电话呢。有啥？嫂子一天也辛苦了。嗯，那肯定噻，好在操心呢。爸爸，你摸这里来。哎，东西。你这翻箱倒柜子啊！妈，好，我只搞。翻箱倒碗，翻箱倒柜。啥东西啊？我的妈，这东西你要全部搞下来，你妈回来把你欺负蛋。打了。哎，生气。快点，给你妈妈打电话。快啊！打电话。妈妈打电话哟。快。妈妈，哎呦，这咋看到他了？这是谁呀？这是谁？妈妈。喂。喂。哎，嫂子。哦。你在忙吗？现在。啊。啊，来，小云宝，叫你妈妈快。不叫，叫妈妈。我听到云宝的声音了。哎。老妈还有老爸在这里，带他们事儿一天。大哥，你在那边算辛苦，你在那边才辛苦。我们辛苦不是。大哥，阿姨现在怎么样啊？身体好吗？还好。哦，你在那边辛苦了，你一天你在那里陪在那边。我们的话，我妈也在忙着呢。哦，我打电话问一下嘛，就是我一直不是看你的视频嘛，我也没给你打电话，一天你在忙着家里。所以没给你打电话，就是刚好今天呢，对呀，刚好今天现在太阳大嘛，就休息一下，刚好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。那个，没事，是这样子的，那个嫂子，我是想我给那个阿姨拿点钱，你转给她好不好？一点心意，对。你们拿钱去拿的吗？哎呀，没事了，都是自己家的一点心意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也没什么多的钱是吧？我转1000块钱给你，你给阿姨买点好吃的给她，好不好？啊！哎呀，不要问你问她干嘛？问她她肯定不会要噻。我也拿1000块钱哈。妈头，她也拿1000块钱。给我新娘买点东西去哈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这个你还客气啊？你跟她说一声就行了，没问钱，我给她买就行了哈。
啊。那行吧。嗯。那你们拿给我妈他们嘛。嗯。好。拿给他们，想吃什么东西买嘛。对。你那个在那边要注意身体，嫂子哈，男女身体不是很好。哎，个人要注意身体哦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哈，我把那个钱转给你，你给那个阿姨他们买点东西吃，让他们自己买也行。啊，我叫他们自己买好一点，因为有时候买的他们不一定全部吃。是，把钱给爸爸去给他买就是嘛。那好。好的。谢谢了。哎呀，一家人还这么好。一家人很行，不一样的啦，都是一样的。老欧来了。好，那老欧，妈妈，快。妈，快妈妈。欧弟。妈妈。云宝。云宝会说话吗？欧弟。欧弟。不是说云宝妈妈。欧弟。把声音响了是吧？叫你叫。喊大妈。大妈。妈妈。妈妈了对吧？回来了，回来接她去，接她去，接妈妈去接你没事，叫妈妈你好好照顾外婆，问外婆好一些没有？祝外婆早日康复，宝宝。听到没有，欧弟？快说吧。欧弟，欧弟有点那个，有点激动，哎，是不是欧弟？咦，小跟妈妈说话噻，宝贝儿，快说，快说噻。妈妈，欧弟，哎，你要好好照顾外婆，祝外婆早日康复。好，妈妈在家接电话哈，好，妈妈说，没有。不是，你怎么跟大妈说话？跟大妈说两句话，喊大妈，大妈，大妈辛苦了，大妈你辛苦了，打电话，他娃在耳朵旁边。哎呀，好乖。喂，那个，从哪个打的开始？喂，他在跟你说。喂。哎，我的妈耶！他在跟你说话。他拿一个瓶瓶在耳朵上，看嘛，在打电话。哎呀，孩子啊，你好乖。太乖了，你现在太可爱了。哎呦，那个样子哦。嫂子，那你在那边注意身体哈。好的，再见哈。好，拜拜哈。看了你妈打电话，找个哪个屏幕，看吧。哎，太快了，我的妈！再说了，哎。来。太快了。喂，小云宝啊。哎呦喂，这是给妈妈打电话是吧？老拽，小云宝。好凶啊，谁？嫂子，那个是我跟妈两个的哈，祝那个阿姨早日康复哦。转打吗？啊，转打。转打是吧？你咬人了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口，牙齿痒，你看是小东西。哎呦我的妈，牙齿痒，小狗都一宿上的哦，很咬人的，是吧，各位？我去忙去了哈。那你先忙吧。知道哈。拜拜拜拜，小张。拜拜，快点。来呀，宝贝儿。